雄狮堡位于吴江出口的右侧，也就是福建省政府的右前方。这里原本是后埔的一处渡口，1949年国军在这里设立据点并兴建雄狮堡。雄狮堡并不是只有一个碉堡，而是好几个配合地势起伏的碉堡以及相关的防御工事所组成的军事建筑群。雄狮堡和前方的建功屿形成一道防守线，控制京列水道，担负着防卫京城地区安全的重责大任。1992年，金门解除战地政务后，驻军也撤离了雄狮堡。以前的海防军事重地，现在变成老人的聚会场所。建筑本体虽然有一些改变，但是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迷彩围墙，仍然静静地在一旁守护着。走上雄狮堡，你除了可以看到建功屿全貌，还可以远眺小金门，是个可以饱览金门西海岸之美的好地方。建功屿在涨潮时与本岛隔离，退潮时就可以步行上岛。有一段时期曾作为麻风病人的隔离所，所以金门人也称它为台狗搭，也就是麻风礁。以前有驻军防守，后来军队撤离后已经开放游客参观。夜宿建功屿，在海水包围下欣赏对岸厦门的灯火，可是别有一番情趣呢。